占星学中，金星一直掌管我们普世当中认为很有价值的东西，比如说长得漂不漂亮啦，或者是钱多不多啦。所以金星逆行就代表长得不够漂亮，钱不够多吗？还记得我曾经谈过金星逆行吗？我就有告诉你，逆行不代表没有，也不代表不是啊。逆行代表你换了一个方式去追求属于金星的东西。所以今天就要来跟大家科普一下，什么是金星逆行。首先，金星逆行的人并不多，因为金星2年才逆一次，而且一次才1个多月哦，2年多的时间才会产出40多天的金星逆行。 那么这样的人就是少数喽，所以这些少数者其实都蛮显眼的。首先说到金星，既然跟我们的相貌有关系，跟美丽有关系，那么金星逆行的人长得不好看吗？当然不是，因为一个人长得好不好看，不只是看你的金星。 也跟逆行没关系，而是看你金星的相位。比如说，金星跟土星有相位的话，很可能啦，你的长相就是比较朴实一点。相反的，如果金星跟太阳有相位，那么你一定很喜欢很光彩夺目的东西，喜欢的对象也必须要有偶像的特质，校花、校草，或真的你就是偶像追星族等等哦。而且可能还会追出一片天哦。你的长相跟你喜欢的长相，一定跟你的金星 和什么星有相位有关，而不是跟逆行有关。金星逆行的人也通常有独特的美感，他们不会追着流行走，流行对他没有意义。他通常只福音他有感觉或觉得有价值的事物。我举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，那就是卓别林了。卓别林就是金星逆行的人，他就是一个大帅哥，但是他却以小丑的形象闻名。 因此，他们会保有某一种非常鲜明的特色。你一看到那个风格，就想到他。所以，为什么我们常说金星逆行，他不是流行创造大师，他是风格创造大师。而且呢，我觉得金星逆行人身上有某一种纯粹，比如说英国的苏珊大婶，还记得她吗？她就是其貌不扬，但是一开口就金嗓子，非常的好听。当她有一个强项被认可， 他也会很专心的发挥这个强项就好，比如说他依然不在乎他的外貌，他依然不在乎他的穿着，因为只要他有一个很棒的东西是他能够给这个社会的礼物，我想他就很专注在这点就好了。哦，请不要误会哦，我不是说他们不会赚钱，而是他们可能用一种更迂回的价值去赚钱。某种程度更有理念型的金星逆行人呢，他们是不为钱做事的，他们可能是为他的执着、为他的信念做事情。但偏偏如此啊，一个有信念或很执着的金星逆行人，反而比一般人赚到更多的钱。所以其实金星逆行人还蛮有钱的哟，只是看他要不要赚而已。而且有时候也跟他要不要没关系。 比如说，他已经成为风格大师，这就会很容易变成别人端着重金来求你。所以人生走到这个地步，我觉得也算是通了，因为他比一般人花更多的时间在追寻自我价值，所以他就不太会去追寻外面的花花世界。比如说，花很多时间跟别人交往，对他来说，跟他的自我价值的发挥有关系吗？其实没关系。 所以他们通常只愿意做到最低程度，他们不太会主动示好，就算是很努力的要做到最低标准，通常也会有一点点笨拙感。如果你夸奖他，他甚至有一种不好意思或不敢接受的感觉。其实那是因为他很难吞服，他自己不这样认为，所以你怎么夸他都没有用。所以一个不小心，很多金星逆行的人会给人冷漠啦、不积极啦，甚至不合群的感觉。其实真是误会大了。 金星逆行人当然渴求爱喽，但是他们心里总觉得别人不会太爱自己，所以暗恋这2个字跟他们如影随形。现实生活当中的金星逆行人，应该有很多人爱你，只是你不敢相信。所以我奉劝你一句：你的执着、你的感觉未必是真的，有时候真的要参考别人的话一下哦。 我们这样讲好了，逆行都会有一种回溯啦、复古啦，哈，所以通常大家就会去看以前的长相，比如说翻一下老照片啦，你也许会做一个造型的改变，然后等顺行的时候你又看它不顺眼，那剪头发这种东西就不太能改嘛，所以我不赞成大家在逆行的时候去做一件因为他们执着，他们通常会一个不小心会有一个刻骨铭心，而且比一般人更刻骨铭心。或者是我们说暗恋嘛，也许他心目中就有一个永远忘不掉的人。而且某种程度啦，一个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的金星逆行人，如果得到了爱情，你可以想象他会比一般人更珍惜，所以也许会比一般人更体贴、更执着，不是吗？欢迎大家来爱金星逆行人哦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唐启阳。从这个月开始，我就会在 Vogue 频道跟大家见面了。我会在这里呢分享很多星座的小常识或占星的小知识。我们 Vogue 见。